他们自己，他们早该做的事，他们做得太晚或者不情愿，比如选议员、建工会，而有些事情必须要做好的，他们却没有做好，比如把万众期盼的责任内阁变成了人人唾骂的皇族内阁。还有一些不该做，至少应该有所克制收敛的，却天天在做，而且满不在乎，那就是勾心斗狠、争权夺利、官商勾结、强行排挤。